DJI Pocket 2的专业模式可为您带来更多专业的玩法。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Pocket 2专业模式的使用方法。在 Pocket 2取景界面中，下滑后左滑，找到并点击 Pro 图标，此时屏幕顶部将提示专业模式已开启或关闭。返回取景界面，点击取景界面左上角的 Pro 图标，可进入到专业模式的参数调节页面，点击曝光。在曝光参数调节页面中选择自动，云台相机将自动匹配最佳的快门速度和 ISO。 你也可以手动拖动屏幕左侧滚动条，调节相机的曝光补偿。选择 M 档，您可以手动调节云台相机快门速度、 ISO 及自动 ISO 上限，点击白平衡。您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调节云台相机的白平衡。点击自动对焦，可切换 Pocket 2单次或连续自动对焦。若您在拍照模式进入专业模式，点击格式，可设置云台相机的照片格式为 RAW、 JPEG。 若您在录像模式下进入专业模式，则可以设置视频色彩为普通或 DC-like。 DC-like 将为您提供更多的后期空间。若您在延时摄影模式下进入专业模式，则您可以设置延时摄影格式，仅视频、视频和 JPEG、 视频和 RAW。 与输出视频帧率24、25、30fps。 同时您也可以左滑屏幕对音频录制参数进行设置，点击声道，可切换 Pocket 2立体声或单声道录音。点击音量，可手动调节收音增益。点击风噪修复，可开启或关闭降风噪功能。感谢观看。